由旅游局与六大综合度假休闲企业联手打造的2023幻彩耀豪江已于早前启动，将澳门各区打造成绚烂多彩的璀璨游乐场。与此同时，在本澳多区亦都有多项延伸活动同期加映。2023幻彩夜关前就是延续灯光元素，在关前街区一带增设亮丽挂饰、休憩区及打卡场等，并配合线上线下的表演及活动，绽放关前街区的夜间魅力。我是老街打了灯，对不对？让我们觉得哎，很亮丽，很就会觉得看起来很舒服。因为老街暗暗的，就会觉得没意思。对，好，谢谢。等于新旧融合了，对对对，打了灯有新气象。对，很久以前都来过，这建筑很不错，很愿意走一走看一看。灯光呢，一定要新鲜亮，它有一种那个新鲜感嘛。啊，那没问题。那灯光多这点灯光的话，这个城市还很亮堂。在居民旅客感受绚烂光影之余，更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参加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的关前会2023，随时抽奖赢取包括电子产品及自助餐券等丰富奖品。而这些丰富活动亦都令区内中小企一同受惠，促进社区旅游及夜经济发展。肯定有啦，这条街以前呢是比较静一点的，现在呢就多了很多元素。是啊，咁我星期五六日就会多啲人咯。系啊，咁边如果多啲，可能有啲坐嘅地方，可能会留住多啲人咯。系啊，就呢啲设备多少少就好啲。咁对生意嚟讲都会有好转嘅，即系至少有人会落到，因为可能嗰只猫猫咁样啦，咁都会有人专登过嚟睇嗰只猫猫咁样，而过嚟我哋呢度咁样嘅，所以我觉得系 OK 嘅。即係我覺得可以，即係後邊呢啲中間位都可以，成條街都可以有燈飾。透過活動間嘅聯動效應，旅遊局期望可以打造好澳門嘅品牌城市及社區活動，發揮旅遊加跨界融合嘅疊加效應。2023幻彩夜關前活動將同幻彩耀豪江一同舉辦至2024年2月25日。感興趣嘅觀眾不妨一同出發，感受夜間遊樂場嘅璀璨光影。